好的，在上期视频里大家就是说跟我们一起啊 check 一下自己的英语，可能有很多同学大部分都会卡在 J4 啊 A4 左右啊，这样的情况呢到了我们就是 High C 左右的话唱歌是比较费劲的。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呢，我们需要用通过一些练习来克服。那么今天我和李院长就带大家来练习克服这些问题的一小练习。그원래발성의가장중요한게발성연습은고음을내기위해서특히이제중음에서고음으로연결되는그부분이있거든요구간이있는데그러려면후두가장기본적으로후두를내리는상태에서연습을해야돼요그런데이제그런연습이되게이해를잘못하시더라고요그래서좀쉬운방법으로이영상뿐만아니고계속업그레이드시켜드릴테니까우선은작은아주작은진성으로저음부터한번쭉한번해볼게요진성으로하면작은진성은이런식으로납니다야로할게요야가좀쉬워요3,4야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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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야3,4야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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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야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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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야 G 야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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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야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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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야자여러분3목도까지입니다여기가자중간에이렇게작은진성이안되시는분들은라부터시작할때이런연습을하세요